去东北了，据说是那边都经常-10多-20度，对，非常特别冷，我还没有经历过呢，所以我就是准备了一些帽子、棉线帽，还有特别暖和的衣服，对，包括还有必须要准备的羽绒服，包括秋衣秋裤啊，本来我都不穿的，但是因为太冷了，所以这次还是准备好。